班级开始战害。啊？接下来影片要怎么讲呢？你觉得？不觉得？你看，我们先搞个电吧。那怎么没有帮我挂机啊？我觉得接下来影片可以开始继续讲装备。对，所以我之前说它好玩的地方，就是说它可以一直这样换装备。你看，那你剩下你就会把它熔炼掉，熔炼。嗯，嗯，换两个都可以掉。很奇怪耶，为什么靠这么？为什么主线这么慢？这什么？什么可以给他礼包？这样？那福报是什么？嗯？所以我要先欧妹这一只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不是说有全图阵吗？还是我们要讲英雄？我是觉得说讲装备吧。嗯，我也觉得要讲装备。不，重点是为什么会升这么慢啊？我们昨天不是已经挂机了吗？好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我跟你讲，你看他们练很快啊，你看一共64个吧。哦，这二哇哦，我天啊！何美食怎么跟以前不大一样了？这我当然先尖叫一顿啊！天哪！我觉得他以前不是长这样欸。对，所以他人物都有改版。哈哈哈哈，四七四，四七五。